中年发福的典范。霍建华圆脸大肚奶，在无往日清瘦老干部的帅气感，变成黄脸婆是女人的噩梦，而中年发福成大叔便是男人的噩梦。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男人一到中年，事业稳定，婚姻幸福，因此非常容易发胖。以前精致的面庞变成了大圆脸，多了一圈肉，眼睛也变小了不少，大肚腩也非常突出，再也没有以前帅气俊俏的老干部之感。霍建华和林心如结婚之后，并未开工接戏，反而在家做起了奶爸，林心如在外面打拼事业。霍建华是一个典型的女儿奴，把女儿小海豚照顾得非常好。这么多年来打拼事业的霍建华也有了一定的财务基础和人脉资源，如今四十岁的他也该享受一下天伦之乐，陪伴女儿成长。林心如和霍建华作为娱乐圈的扛把子，两人是多年好友，结婚之时许多人都反对，认为两人不是真爱，希望霍建华休息够之后早日回归工作，拍出更多的良心好剧。